茶后，我等待你把春雨飘洒，心上一片葱郁，怎能将你放下？你也有是美丽心绪，我渴望你把阳光播洒。每当春回大地满眼繁华，你就在我心中默默发芽。每当枝头挂满了细蕊，谁又在为相思付出代价？每当寒风儿轻轻地刮起，眼前又见到那满地落花。每当抓起红豆在手上，思念总会弥漫春秋冬夏。种下，让我为你牵挂。昨夜又是一场好梦，我等待你把春雨飘洒。心上一片葱绿，怎能将你放下？今夜又是美丽心绪，我渴望你把阳光播撒。每当春回大地满眼繁华，你就在我心中默默发芽。每当枝头挂满了细蕊，谁又在为相思付出代价？每当寒风儿轻轻地刮起，眼前又见到那满地落花。当抓起红豆在手上，思念总会弥漫春秋冬夏。每当春回大地满眼繁华，你就在我心中默默发芽。每当枝头挂满了细蕊，谁又在为相思付出代价？每当寒风儿轻轻地刮起，眼前又见到那满地落花。每当抓起红豆在手上，思念总会弥漫春秋冬夏，弥漫春秋冬夏，弥漫春秋冬。起红豆在
难后悔，你满春秋冬夏。让我为你牵挂，昨夜又是一场好梦，我等待你把春雨飘洒，心上一片葱郁，怎能将你放下。今夜又是美丽星星，我渴望你把阳光播撒。每当春回大地满眼繁华，你就在我心中默默发芽。每当枝头挂满了新蕊，谁又在为相思付出代价。每当寒风儿轻轻地刮起，眼前又见到那满地落花。每当抓起红豆在手上，思念总会弥漫春秋冬夏。每当春回大地满眼繁华，你就在我心中默默发芽。每当枝头挂满了新蕊，谁又在为相思付出代价。每当寒风儿轻轻地刮起，眼前又见到那满地落花。每当抓起红豆在手上，思念总会弥漫春秋冬夏，弥漫春秋冬夏，弥漫春秋冬。红豆，第一组动作，准备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。好，下面呢，给大家进行背面的详细分解。首先，左脚先起，好，左手起，右手向下，身体对向你的发力方向。注意，我们起的时候呢，左脚呢，要脚尖。把脚尖向上吸起来之后，再落于你的地面，注意是侧点，对，侧点于我们的地面。好，接下去呢，重心在左脚，重心向前啊。好，双手呢从左侧，好，从左侧，好，往二点方向延伸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，左脚脚尖先绷直，好，落下来之后重心向前，好，双手向你的斜后方，向二点方向打开。好，接下去呢，重心移到你的右脚，双手侧拉，好，双手侧拉，手背推出去，好，向右转身，一、二、三，
好，三次转身之后，重心在左脚，左手握到背后。好，右手打开，向二点方向。注意打开的时候，我们的右手呢，要原地晃手啊，往里绕一圈之后，向前啊，往里面绕，向前再送出去。好，推右脚重心，双手侧平打开。好，注意肩关节，注意我们的肩膀自然下沉。好，重心移到左脚之后，向右脚并步，双手向前推。好，推的时候注意我们的手呢是属于手心朝上，左手在上，右手在下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，准备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好，七八打开，七八，对，双手上到三位。好，向右转身，二二三四，好的，重心在左脚，五六七八，好，重心移到左脚之后，右脚并回来，双手推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的第一组动作。第二组动作，正面演示，准备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。下面给大家进行背面的详细分解。好，首先我们是左脚脚尖向上吸腿之后，然后呢再落于地面，碎步立脚尖，对啊，横脚向上横脚，对，注意你的膝盖呢自然的弯曲。好，然后把脚尖绷直，再落于地面。好，把脚尖碎步向上，重心向上。好，手呢我们是手背朝内，手心朝外，身体对向你的二点方向。啊，我们这个动作呢感觉就是非常期盼的内心活动。啊，注意我们推的时候呢一定是用你的手，用你的手腕，看了吗？挑一下手腕之后，再把手心向外推。对，看到吗？有一个这样的细节的动作啊，希望大家呢能够感觉一下啊，因为呢，我们通常呢，可能大多数比较普遍做的呢，可能是这样子啊，可能是这样子，这样子推呢，它是用肘关节直接把力量送到我们的手臂，然后再到你的手掌。但是呢，我们如果要是把它进行艺术化呢，就是把手腕，看手腕，手腕挑起来，然后呢手指，看手指自然的下垂之后，把手心向外推，对吧？对不对？哎，手指一定要卷回来，看到吗？手指自然的向下下垂，然后呢再把你的手掌推出去，这样呢这个动作就会有一个过程啊。好，我们再来啊，左脚先起，五六七八一
去左手向上掏，这时候呢你的重心在你的左脚，对，眼睛看正前方，注意这个手，对，左手干，看，好，右手打开，眼睛看正前方，对，看你的头，对，侧向身体的左侧，侧过来，侧身，啊，啊，看，一个推，好，把右手落下来之后，左手打开，对吧？打开的时候呢，手臂不要完全伸直，对，右手呢，看，手指自然的往下，啊，好，我们再来啊，五六七，八。注意，现在你的这个身体呢向右边倒，一、二，右脚过来，好，重心回到你的右脚，身体向左边转身，双手，对，左手在里面，右手在外面，好，手心相贴，好，重心在右脚，重心在，看啊，我们到这里之后，重心在右脚，重心在左脚，好，然后拉开，向二点方向拉开，好，我们再来一次，五六七八，一二，好，重心在左脚，三四五六，六的时候重心在左脚，六七八，对，向远处延伸，这个时候呢手臂自然的往外拉开，好，接下去右脚脚尖立起来，左手呢从下往上打开，立脚尖一个碎步，对了，眼睛看向八点，好，左手下来之后，右手落到肩膀上左脚，对，左手自然下垂，眼睛看向二点，好，退右脚，左手在背后，右手在身体的前方，退右脚，退左脚，然后再退右脚，双手交叉打开，对，好，我们刚才退的时候，大家看一下这个手是怎么做的啊，退的时候呢，注意肘关节自然弯曲，好，把你的手呢落到你的一位，把你的右手落到一位，左手落在背后，自然的落在身体的背后，看到吗？对，右手成一个弧形落在身体的正前方，啊，好，我们打开完之后啊，接下去啊，好，身体重心往右脚，双手打开，踢左脚。好，左脚落在身体的前方，双手下来之后，双手往向外穿，穿出去，对，好，给，对，往远处送出去，反方向，再来一次，穿，好的，左脚脚尖绷直，看，绷直之后再落于地面，右手向外掏，眼睛看一点，左手向外掏，眼睛看里面，看五点方向，对，注意这个手一定要掏出去，好，然后呢双手交叉，脚尖立起来，两手拉开，向上拉开，好，眼睛看左下方，转到一点之后再双手拉开一次，好的，下面呢我们来一次口令，准备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，上左脚，六上右脚，好，再打开，七八，一二三四，退右脚，五六七八，打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左脚，一二右脚，
三，转，五，六，七，八。注意啊，我们刚才有一个地方呢，转身的时候啊，到这儿注意是上左脚，上右脚，再拉开，记得了啊，先上左，再上右，再上左。哎，对了，好，这就是我们的第二组动作。第三组动作，正面口令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下面呢，给大家进行背面的详细分解。好，我们从上一组的动作造型开始。好，首先右脚上步，右脚上步之后，右手呢，手心，右手是手心，右手是手心朝上，对，左手是手背，呈阴阳手。好，打开，然后呢，双手落到身体的左侧，啊，来，再看啊，右脚打开，右手向上，看，右手向上是吧？好，左脚过来之后，好，两手落下来，好，再把手向上掏，打开90度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啊，右脚上步，左脚踢出去，好，两个手干下来之后，注意身体弯腰，好，左脚后退，打开眼睛，看下8点，对了，好，接下去啊，左脚过来，一个小跳，一个小五花，看身体向右边倒长腰，小五花向左转身之后，好，把你的左脚的脚尖向上吸，再推，啊，推的时候呢，再把你的左脚落下来，好，再看一次，好，左脚小跳，一个小五花过来之后，注意膝盖，膝盖是弯曲的，好，左脚吸腿，把脚尖落下来之后，再推手。好，再来一次，小跳，好，小五花到胸前之后，左脚立起来，好，再推，好，上左脚，身体往左边转身，右手出去，啊，左手向上，对了，好，这时候呢，把右手落下来，左手向8点方向延伸，低头，好，抬头，抬头的时候呢，左手握拳，对，落到你的胸，落到肩膀的位置，好，再退，再抬头，好，然后呢，左脚拎起来之后，碎步往左脚，往左边留头转身，右手自然下垂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啊，从这儿，从这儿啊，好，左脚过来，半蹲，脚尖落，好，身体往左边转身，左脚重心，右手，右脚重心，左手，对，注意左手高，右手低，好，低头，左手向8点方向，抬头，眼睛看8点，低头，
向左，向左的时候把你的脚向后勾，再转。好，接下去啊，左脚踢出去，双手向身体左侧打开，一搭二，注意头留在右边。好，右脚踢出去，三搭四，再来一次，五搭六，七搭八，注意左脚要落在后方，对，踏步。好，上左脚，左手掏，上右脚，右手掏。好，左脚起，碎步向后，双手交叉抱肩，眼睛看向八点。好，向左侧，左手，右手盖下来之后，双手再掏出去，看向二点。好，我们把第三组完整的连起来，准备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打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搭二、三、搭四、五、搭六、七、搭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好，双手掏出去，呈九十度，七、八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的第三组动作，第四组动作，正面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背面，背面分解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背身，双手向八点方向拉开，蹲起。好，向八点方向延伸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好，晃手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哎，注意我们的膝盖呢有一个蹲起之后，再把膝盖伸直啊，有一个起伏啊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，五六七八，重心往前，二三，好，晃一个大的，好，再往前八点，好，这就是我们红豆的完整分解动作，希望我们的舞友能够喜欢。